顺着海杆是甩不了那么远的距离，我要制作一把穿云箭，射中具体的位置。准备弹力条，有两根耐火的木材作为弹力弓，用这个小木棒做一个穿云箭。再制作一个瞄准器，方向指针，挂上一个封路箭头，一切准备就绪，马上发射。咿呀！只需等待收获。哇，你还敢逃？杆子、云线都坏了，到底是什么大云？哇，哪有什么东西？啊！我靠，前面有死鱼！回家看看。今天我们吃鱼片。翻滚一下。剩下的吃不完，保存好。